当时还就是挺惬意的，但是我们拍摄结束之后还要因为疫情也特殊原因，我们就是当时那个阶段是返不了京的，然后我们就多在厦门待了几天。然后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鼓浪屿了吗？哦，鼓浪屿，哇，太记得了。对啊，就是咱们吃那个雪糕，就是那个网红雪糕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吃的那个，我刚打开一下它掉了，然后我就特别伤心来着。真的吗？我以为有点不是，我在那儿，我给他拍照回忆，然后拍完照那会儿手机坏了，你这不记得吗？那会儿手机坏了，对啊，我在厦门还换了屏。好久不见，但我很记得，就是那天我手机放进去，我们出去骑车的时候，你跟这个一辆车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把那车开翻了，把那车开翻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车？就是那个两个人骑那个车，那是鼓浪屿吗？不是鼓浪屿，但是就是那个事情，也是在玩的那几天。那会儿是不是在海边，然后骑个被你摔进去？是不是有一个小螃蟹在路上？对，骑个被你摔进去了。然后骑个说，真的服了，你俩怎么开的？不是啊，是我和泽宇哥一个车，然后贾宝跟贾宝齐哥，齐哥跟贾宝哥一辆。对，你俩撞了？没撞，他们自己开进去的。真的吗？不是撞的吗？我跟泽宇哥早就骑前面去了。真的吗？我有点真的呀，我一直以为是你撞的，不是我撞的，他们自己开进去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然后齐哥就进去了，然后腰他动不了，动不了了。我们当时拍微电影的过程中还拍了一个做你自己。咱们8月6号飞上海，还是8月几号？反正就是一天飞上海。对，然后一天拍摄，然后一天又飞回来，然后。当时就飞回来那会儿，然后就是我拍了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。但是我记得那个舞蹈的时候非常有趣，就是 Monster 的时候。那有一架飞机。不是，就 Monster 的时候，就是舞蹈练习室里面的一些趣事，就是在那个学 Monster 的时候，在练习室里面，我们在学那个大概准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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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准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们是对着当时那个视频把老师。他把声音开得巨大，我们耳朵要聋了。但是当时那个声音是真的很大，3D 环绕音就嗡嗡的。不是，它是真的很大，就声音比我们还吵，就你耳朵受不了。就那个音箱真的，然后我们都不好意思跟老师说。然后老师跟没事人一样。老师，然后我们跟老师说，老师我们可以声音小一点。然后老师说，哦，好啊。然后小了一点点，然后还是很大。我们来聊一些新宿舍的东西吧。好的。哦，对，我们拍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搬到新宿舍了。
然后一期的宿舍就我和任舒阳一起喜欢踢足球，然后我们俩就在一楼客厅踢，然后我们就怼着那墙踢，然后我们俩踢到玻璃的时候，因为特别有劲儿嘛，他出去砰一声，然后我跟任舒阳就爆头，然后突然楼上出现开门声，我跟任舒阳就躲起来，然后就出来一声音，谁踢的？嘉博哥来的，然后说，我很担心你们的安全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我俩就踢一会儿，没事儿，没出什么事儿。当时我俩把那个杯子踢碎，狗妹踢的，不是他踢的，他踢到墙上，他踢到墙上反弹回来，噔噔一下，就相当于这样，你这都不说我，这样反弹一下啊，噔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杯子弹了两下。一下灯，然后接着按碎了。他说是一下没碎，然后弹起来又弹一下，第三下才碎的。然后他很坚强了。然后我跟任舒阳都在那儿，他就弹了，咱们谁也没去扶，咱俩就在那儿抱头。为什么说我们又开了？那不就是我们被扎了吗？就好玩啊！就我当时特别搞笑的就是我们当时穿的鞋子，穿拖鞋，然后在那踢球，一踢出去。我知道他那个东西要发出很大声的时候，我就捂耳朵，我听见就没发声。当时这样子踢的餐桌上，他好几次飞过去，然后餐桌上都有菜。然后当时踢的地下室，我俩谁都不敢下去捡。他说：“不是我捡的吗？你不咱一块下去，然后我们去吧，我们去。”真的，对，就开灯，先把灯开了，然后跑上去，然后等全亮了之后我们再下去。然后地下室那个灯也是狗被吹坏了。啊，我觉得我们的老宿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，就我们那个厕所非常大，然后我们在那儿别人洗澡，然后我们就会接用漱口杯，然后接凉水，然后搓嘛，然后结果不打水，然后结果他就直接把门打开，然后就被扫了。好几次他泼我，不是，主要是我们玩开心，然后我就把那个拽到世纪尾上冲，就拽到最凉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厕所门墙的木板就烂了，是的，他当时这个宿舍还听过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各种田哥时候，然后田哥当时是带我们去跑步，然后他骑着电动车在后面追我，就他拿那个拖把啊，什么扫把啊，骑着阿姨的电动车在那追我，然后他我们跑大桥，他跑小桥，大家一定好奇我们今天在干了些什么。我只能这么说，就一句话，就是当大家看到我们头发变少了，头发变短了，那就离回归接近了。其实你们应该也猜到了，就没什么动静的时候，就暴露以前的名字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大家老问我，老在观察我，看往年的 IUV 系列基本上都是在暑假的时候上线。对，所以我们最近在准备什么呢？就是在准备我们的，更多的精力在准备我们的，然后也在筹备一些录音也在准备当中，就是只不过这是两个同时进行的，只不过先把 part 我们才开始正式的对进入。而且我们这非常的有意思，就是由一首歌跟另一首歌的 remix， 而且这次 remix 的版本就一种给我的一种感觉，就是非常的温柔，不，它是前面很温柔，后面很激进，嗯，对，大家应该这就很明显了，我前面的歌很欢快，但是当你听到那个歌的时候，它又不是那么欢快。有点儿，而且我们这次还有套道具，这是可以说的吧？什么道具？哦，可以说道具，而且也非常的高难度的一个舞蹈，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啊！大家不要着急。好，那我们这期 Besides Two Story 就聊得差不多了。对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的感想呢，就是希望下次可以准备一点零食。呀。太惨了，大家可以反馈一下，反馈一下，拜拜。